要学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走中啊？对，看吕布啊，地段三小，我打伯顿啊，干，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收到，好的，听众，乖一点，别太冲。看来吕布是怪怪的。他怎么小？这里有一大群品味不俗的怪物，请求支援。他在乱走路，欸，他又要来中路了。不知道。巨人很多，我对大巨人也用为人师表了。我对呢。刚才吕布在干嘛？放血，他直接斩杀他。那么猛，让灵魂来到自由。我来了，我又走了，超送的啦！我来了，好的，好，下一场，拿什么的？下下的，垫脚，下下的是，哦，哎，下下下，看这是妈的惨牛了，臭的！你把录起来了吗？送送送的录，队友在干嘛？看，笑死我，我操！这一定要捡到金花！哦 shit！ 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蹲下，看我们喜欢卡伦呢。他一下路上了，才挣脱了深渊的束缚，是要死了，对啊，哇！征服了上古之树，哇，这个火，我会送，送的花字哦。他等下会不会又要讲话？嗯，还有队友道理。他送的花字哦。从今天开始，好，该我了。失掉，是啊。加超，让灵魂重新自由。啊？秀爆吗？吕布是要死了呢？让灵魂重新自由。完了！来来，靠前，还会输，给他死。我没血。哦，你也没血啊？他可能会，他可能会给我死。我这次才二级的，哎，一级的法师奥义而已。没事啊，我带的还是射手奥义。总是令人身心愉悦，完全没坦度的奥义。他挂机了。哎、欸，吕布好，靠背啊！请求集合。给我包。我喜欢卡伦诺，这里有一大群品味不俗的观众。看他太好笑了。来吧，你给他。等一下，我先吃个。让灵魂去。征服我！我靠，这么痛，跟不到。Enemy bloodbath。我先走吧，好瘦。我们先飞了，等等凯瑞他们送。看他们各种送。送的还是快，默默的送了七十，靠腰。
对啊。哇，那打不死人家。先肥吧。不要跑。你看他们就打死。进去，进去。可以杀，可以杀。看这女怪不走，白痴啊！他被野怪敲死了。哈哈，是啊。对啊。打他，打他。肉体的束缚。太完了！重获新生。我操，还会吃凯撒？回啊！为什么没有锅没有锅？我是也要为人师表。我说你大苦味。大招已经准备就绪。挣脱肉体，还可以的。我打死后面不行了。他没有了残血，都死了。对啊。Double kill！ 魔龙克尔德已被击败。这我进去我就被秒了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。我可以了。假装，假装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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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终于令人神心。后面，后面。走了，退兵，退兵，灭敌。我没有他这么肥，再拖吧，拖到我们可以秒人就可以。嗯。Triple kill！ 大群品味不俗的观众，我不要再卡吧。我们现在套路是先让那两只队友去死，先让他们洗澡，先让他们去吸那个吸。我觉得我们带点就好。不断的带点。包下去哦，他们。不理他，直接放生他。我们或者我们就是用转兵线，转掉。转线啊，转掉。好不容易才挣脱了深渊的束缚。打团我们没办法了，要回来又回来，下路跑啊。好的听众，我宋想回来啊，宋想回来了，我回去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太完了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闭嘴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我尽力了，看护我家。可以清兵吗 ？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不能保上。对。Double kill. 让灵魂重归自由。哇哇哇哇！血没血呀？闭嘴！我家没事。挣脱肉体的束缚，我真的飘很快。哈哈，飘超快，飘超快的，妈的跟鬼一样。Legendary！ 我们要吃凯撒，我们要吃凯撒。重归自由，血不会毁啊！准备。请求帮助。反对无效。别吃了。吃得掉吗？可以吧？要一起哦。你们两个不用理他们嘞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被打好痛。让我被打了，不然我就赶快回去了。赶快吃掉就回家了。野魔神开始。回家，回家，直接回家。安排一个会主席。我拿了两个吃掉了，来得及了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天空巨龙准备召唤。Legendary. 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
半龙，半开吧。那不没有，刚刚左下角是黄。杀他杀他！我没招，没招，没招。啊，死了死了。嘿，靠！我冲他小，为什么往上冲？这是龙，再推，再推，再推，可以再推，可以再推。十秒，十秒，撤了。高兴，高兴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五秒。这里有一大群不死的观众。三个四个啊！看，妈的，看三个打六个。我打七个。马二点六，四点六。还玩一百多场哦，还不检举他，应该被扣分吧？扣九分。勇被扣九分，吕布被扣六分。三个啊，打得好累啊！喜欢这则影片的朋友，还请帮忙点个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哦。